杨石如牧师，幸福小组始创者，他推行的幸福小组风魔海内外，两年间海内外推动幸福小组研习，有80,000人次接受过训练。我覺得最大得著咧，就係佢哋帶嚟嘅火同埋熱枕啊，嗰種傳福音嘅熱枕，嗰種嘅熱枕咧，其實係感染到好多人，咁包括我成班同工嚟咧，大家都俾佢感染到，係非常之好嘅。因為咧，我覺得耶穌基督嘅身體咧，教會咧係唔係淨係一個地區或者一間半間教會，係全世界。如果有其他地方有啲好嘅事咧，大家彼此分享、彼此交流、彼此嘅祝福咧，相當好嘅事。所以我好多謝影音使團啊，將啲咁好嘅嘢帶入香港。